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哎呀，喜事啊，新年一到，喜事多多啊！别看我嗓子哑了，口罩我都不戴，阳一个算一个那是不可能，我们都阳康了。富婆，吃柚子，上面有几个大柚子不？啊，好甜的，黑伯伯骗你的。顶炮仗啊！等一下他抓你去，我救不了你。改天也感受一下麻哥的这个新车。他终于像样了一下，终于搞了一样像样。小表弟好点没有？老板，你好啊，老板。我等你送个本的。哇操！荷包也穷了，手也嫩，也变到养皮，心都嫩软了，现在耶！啊，我们坐这里是不是？我们坐哪里？坐里面包厢。包厢，还雅间。啊？等一下，我还坐雅间。吃饱饭了，看一下麻哥的车，哎，感受一下是不是？八万就给你了不？打火响不响？这是打火在哪？那扭的不？扭的。声音好顺呐、啊，这个声音好顺、啊。哦哟，这个音响可以啊！比丰田的还要好一点。这个音响真可以啊！能插 U 盘吗？就插 U 盘啊！哦，这里。哎，它这个有点偏的，我的那个长在这里。那就得了，人家改过的。哎呀！他怎么不把音响改了？这个音响够好了。再改那种七八千的。你看，这个音响够好了。把门。不好意思，臭家伙！你看这辆车，这是以前我哎，以前在东莞的时候梦寐以求的一辆车，那时候做梦都想不到自己。哦哟，那时候见霞姐买一台，他拉我们去吃那个饭，哦哟，那一顿饭吃200多，我们那时候觉得嗯。后来我们开那个北斗星来去吃饭。那个白头是几千块钱，还有没有？那时候几千块钱不得的，我白头现在还差不多20000块，是吧？这车是好车。哎，该说啥？该说人生两大幸事：金榜题名时，洞房花烛夜，是吧？哎呀，现在不要了，现在那两个都不要，现在是买车。两大幸事，第一是买房，第二是买车。东西麻哥啥都有，真好啊！这辆车又要跟麻哥去征战江湖了。哎，以后我们出门可以开这个去。这个还比商务车可能还要屁股。没有啊，把后面放下去睡的。辉哥开，我们两个睡，辉哥开，辉哥好不好？以后出门就你开车了，我们两个睡啊。反正你回去也是过年，在这里也是过年，是不是？要选一个很好的车牌啊，是吧？好车牌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漂亮，他们里面可以睡觉。我刚才在里面试了一下。你看我的脚伸不去，这个上面还有那么长。这个主要是主要成分还是在这个人的身高问题哈。无语了，是老板自己没话说了。这个是刷那个出风口。为什么这么熟悉呢？嗯、啊。
就是他家的。哦，本田都卖了，你还要来干什么？哦，那个本田呢、啊？刚好不。我昨晚上想买一个一模一样的，100多啊，我又舍不得买。198啊，我买这个。啊，100多。我买完之后，然后我自己带货带这个79。没有，这个它是怎么样？它这个就是你怎么按它都合不起来，合不起来了这个。有可以的吧？搞一下看一下。我买这个真的是买了很贵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充车载充电器是吧？嗯，我看一下，这个不便宜，这个133，前面买的133，便宜的，买了好多，要回去了。哎呀，宝妈，爸爸你不开车？开车开车开车，爸爸回去了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反正是买了190多，很困难。男人硬着头皮也要买一个，修一下，能修就修了。牛都买了，又穿个牛神，就穿个牛神、啊。恭喜咱们马哥。买房不盖房又买车，生活越来越好。啊、下一个到时候呢？这家伙你努力一点不？不然你老公都没有了不？你单身，单身。我有车有房就好，我不要老公。单身。要不要花都送了，花都送了。对呀、啊，小表弟我送给你了，不要钱，彩礼都不要，聘金都不要，他嫁给你。我养不起。走吧，回去了。你去招呼客人吧。麻哥今天买车，恭喜麻哥大吉大利发大财，我们生活越来越美好，加油，回去干活，2023年搞钱，走。